年来在中国发展的不错的韩国女星张娜拉呢，最近是出现在苏州了，吸引了她的一大批粉丝拥趸，争相前往一睹偶像风采。沉寂许久的韩国女星张娜拉5月22号来到苏州，为某代言产品站台。为了能多看一眼偶像，有的观众不惜形象地脱掉鞋子，光脚站在了椅子上。由于现场观众太过热情，活动主办方不得不出动警力来维持秩序。出道已有20年的张娜拉参加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活动，而她的每一次亮相都会带上一个贴身摄影师在身边。그냥뭐근데막포즈하고사진찍고이러는거는20년이돼도어색할것같고요그냥놀고있을때찍는게제일좋은것같아요보기에도제일자연스러워被现场热情的氛围所感染，张娜拉也变身自拍达人，向大家传授无敌萌表情3连拍。